去戴手套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我得拉一下裤子。戴哪双？我刚刚戴了白的。我的当然是豆沙色。这双吧。你这双？哦，这双呀。可以先试试。那没事儿，你就带到那儿拿就行了。刚才扔进去。哎，刚好这双大，要不然就是容易都塞不进去了。对。OK。走，我手牵手。出去郊游，Go Go Go！ 好，我们这个不用跑。开始。你说我穿我这双去蹦迪怎么样？蹦吧，蹦随便蹦，你蹦就要减十斤。你穿这个，蹦迪本来就减。那你带我去蹦。哎呀，你约一下吧。好呀，可以啊。行，今天晚上，今晚就算了啊、哦，我有点累，咱改天。择日不如撞日啊。好的，看看手套吧。OK。工装这双最长了，你先试吧。这个我试过，先给你拉开。这都是羊皮的，来伺候您戴上。手套一戴，整个气质都不一样。女人这些东西必有的装备。我还说今儿拍一期。你试下这双吧，白色的。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品牌？这个双是。这个也是蓝色。但是这双厚一点，这玩意儿能戴棉吗？不是厚。下次直接来一个夜嘛，行不行？你下次就穿这身来行。
女人的气场，哇，好看吧？嗯 ，Hello， 你好，这位女士。这位女士不在线，已下线了。这双戴的这个毛毛能短一点，这个跟这个毛毛不一样，这个应该是，这应该叫什么绒来着？兔毛的吧？它有的还有什么绒毛的毛啊？这双好像。很舒服，对，特别贴纸贴肤。这是好看，看我的手七十二变。哇！这双呢？这双，这双还带一点小花纹嘞，那你给我试一下。这双应该是单的，哦，这里面带这个。毛线，我觉得这双很小一点，你确定你戴不上还可以？很精致啊。